逛这一块钱的光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一块钱碗盘，您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吗？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分的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一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哪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一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十块钱六个，十块钱三个，十块钱四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十块钱一个的，还有二十块钱一个的，前面的是一块钱一个的。这一块钱一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儿，这都是一块钱。像这个小碗儿，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一块钱一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一块钱一个，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一块钱一个的，感觉是捡漏了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十块钱一个的，然后这边是十块钱四个的，比那个十块钱一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元区概不讲价，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十块一块钱一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一块钱一个的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十块钱一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像这种的静音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一块钱一个，不贵，很实惠。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玩，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钢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啊，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这样啊，讲挪到这儿的。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啊，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五十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玩，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逛这一块钱的弯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一块钱弯盘，您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吗？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分的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一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哪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一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10块钱6个，10块钱3个，10块钱4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10块钱1个的，还有20块钱1个的，前面的是1块钱1个的，这1块钱1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儿，这都是1块钱，像这个小碗儿，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1块钱1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1块钱1个，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1块钱1个的，感觉是捡漏的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10块钱1个的，然后这边是10块钱4个的，比那个10块钱1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元区，概不讲价。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1块钱1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1块钱1个的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10块钱1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
像这种的经营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1块钱一个，不贵，很实惠。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娃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从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位置为啥不搁了？啊，叫挪到这儿的。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啊，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以50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娃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们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地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2/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3月份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
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四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逢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 S32 省道上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1公里的长度。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要不种植写了写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写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征兵，上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多少时间非常艰难，是走过重重乌云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个腰。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说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嘛，当时挖河嘛，挖这个三老河，在工地上我腰部种植写了写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的那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这是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兰考县。嗯。那你这个写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嗯。啊、嗯。然后秘密印章就给你。往上传了。往上传。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个写书了？后边这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写书以后，嗯，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当兵去拉着叫当兵走，受感动了吧？感动。啊、嗯，感动了也对你。哎、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哎、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啊、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是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啊、就邱三云生前所在部队啊、我回部队以后分到七台后在后勤上七台连啊。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兰考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啊？你那吊观众胃口，还藏住？给哪儿了？给哪儿了？薛老师，给这照照叫我。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我老婆的爸爸箱子里一个好东西就拔出来了，
陈年老酒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耶，啥东西啊？咱看看啊。耶，这好啊，这。怀念当兵的时候的情况，说点事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秋草原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了。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75年作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是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啊，50年了。对呀。你看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呐、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洗洗。大红包啊，在部队上当大官呢。你晓得呀？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这个嘛，这个书包跟你玩哪个女的书包？咦，薛老师他还亮了！哇，这是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70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革命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保得都是香，志行正全。逛这一块钱的弯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是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一块钱弯盘，你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吗？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分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一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哪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一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10块钱6个，10块钱3个，10块钱4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10块钱1个的，还有20块钱1个的，前面的是1块钱1个的，这1块钱1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儿，这都是1块钱。像这个小碗儿，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1块钱1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1块钱1个，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1块钱1个的，感觉是捡漏了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10块钱1个的，然后这边是10块钱4个的，比那个10块钱1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园区，概不讲价。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1块钱1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1块钱1个的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10块钱1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像这种的静音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1块钱1个。不贵，很实惠，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玩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
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钢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这样啊，讲挪到这儿的。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五十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
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们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地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原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3月份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4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到路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
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 S32 省道上，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1公里的长度。我们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腰部中止，写了写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写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征兵，当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多少时间非常艰难，是走过重重乌云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手摇。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以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我们当时挖河嘛，挖这个沙老河，在工地上我腰部中止，写了写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呢？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嗯。那你这个写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嗯。哦、嗯。然后秘密印章。往上传了，往上传了。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个写书了？后边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写书以后，嗯，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咱们先去拉着叫当兵走，受感悟了吧？感悟。啊、嗯，感动了也对你。啊、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哎、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是。啊，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是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啊、哦，就邱昌峪生前所在部队。啊、哦，我回部队以后，分到汽车，分到后勤上汽车连。啊、哦，出来！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兰考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你那是吊观众胃口，还藏住？搁哪儿呢？搁哪儿呢？薛老师？不找着叫吗？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我老婆的爸爸箱子里有个好东西就拔出来了，陈年老旧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咦，啥东西啊？咱看看啊。咦，这好啊，这怀念当兵的时候呢，情况确实是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邱昌峪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来。
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95年作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50年了你看你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不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啊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新鲜。大红包啊，这不能要当大官呐、啊！啊，你瞧你啊，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这个嘛，这个书包别人玩哪个牛的书包。咦，雪老师太亮了！哇，这身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青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坊是传家宝，宝殿都是响，志昂正全。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钢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啊，讲挪到这儿的，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啊，刚才师傅说了，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50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逛这一块钱的弯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一块钱碗盘，你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吗？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分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一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哪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一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10块钱6个，10块钱3个，10块钱4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10块钱1个的，还有20块钱1个的，前面的是1块钱1个的。这1块钱1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这都是1块钱。像这个小碗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1块钱1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1块钱1个，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1块钱1个的，感觉是捡漏了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10块钱1个的，然后这边是10块钱4个的，比那个10块钱1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元区概不讲价，
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10块钱一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一块钱一个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10块钱一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像这种的静音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1块钱一个，不贵，很实惠。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娃，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钢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准备挪这门的？给啊，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这样啊，讲挪到这儿的。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啊，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50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娃，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
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立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2/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
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3月份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四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 S312 省道上，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1公里的长度。我们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腰部中指写了血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血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征兵，上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多少时间非常艰难，是突破重重无运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个腰。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嘛，当时挖河嘛，挖这个三道河，在工地上我腰部中指写了血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呢？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这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兰考县。那你这个血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嗯。啊、然后秘密印章。往上传了，往上传。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个血书了？后边这个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个血书以后，嗯，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咱们先去拉着叫当兵走，受感悟了吧？感悟。啊、感动了也对你。哎、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哎、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啊，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啊、就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啊，我回部队以后，跟到汽车和到后勤上汽车连啊，出来！
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狼烤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你那吊观众胃口，还藏住？啊，给哪儿了？给哪儿了？薛老师？不找着吗？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薛老师，爸爸箱子里有个好东西就拔出来了，陈年老旧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咦，啥东西啊？咱看看啊。咦，这好啊，这怀念当兵的时候的情况，穿越史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秋草原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找机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来。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75年作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啊，嗯，50年了，对呀。你看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呐、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洗洗。大红包啊，这不能当大官呐、啊！嗯啊，你瞧你啊，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这个书包真是我那个女的书包。咦，薛老师太亮了！哇，这身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70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我的都是将志昂将军。逛这1块钱的弯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1块钱弯盘，你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吗？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分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1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哪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1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10块钱六个，10块钱三个，10块钱四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10块钱一个的，还有20块钱一个的，前面的是1块钱一个的，这1块钱一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儿，这都是1块钱。像这个小碗儿，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1块钱一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1块钱一个，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1块钱一个的，感觉是捡漏的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10块钱一个的，然后这边是10块钱四个的，比那个10块钱一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元区，概不讲价。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1块钱一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1块钱一个的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10块钱一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像这种的静音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1块钱一个，不贵，很实惠。
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娃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钢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啊，脚挪到这儿了，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了。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五十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娃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
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们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地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2/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3月份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四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
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逢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 S312 省道上，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一公里的长度。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腰部肿直，写了血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血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征兵，算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多少时间非常艰难，是走过重重乌云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个腰。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说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嘛，当时挖河嘛，挖这个三老河，在工地上我腰部肿直，写了血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的，那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这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兰考县。嗯。那你这个血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嗯。哦、嗯。然后秘密印章就给你。往上传了。往上传。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个血书了？后边这个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血书以后，嗯，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咱们去拉着叫当兵走，受感动了吧？感动。啊、嗯，感动了也对你。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哎、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啊、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是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啊、就邱三云生前所在部队啊、我回部队以后分到七点后到后勤上七点连啊。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兰考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啊？你那吊观众胃口，还藏住？给哪儿了？给哪儿了？薛老师，给这照照叫我。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我老婆的爸爸箱子里一个好东西就挖出来了，陈年老旧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咦，啥东西啊？咱看看啊。咦，这好啊，这
块钱当兵的时候呢，情况差点死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秋草原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到集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来，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75年转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啊，50年了，对呀。你看你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呐、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信息。大红包啊，在部队上当大官呢、啊。嗯。啊，你晓得吧？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这个嘛，这个书包跟你玩哪个女的书包？咦，薛老师他还亮了。哇，这是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70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革命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保得都是香，志昂正全。逛这一块钱的弯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是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1块钱碗盘，你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吗？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分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1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哪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1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10块钱6个，10块钱3个，10块钱4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10块钱一个的，还有20块钱一个的，前面的是1块钱一个的。这1块钱一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儿，这都是1块钱。像这个小碗儿，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1块钱一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1块钱一个，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1块钱一个的，感觉是捡漏了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10块钱一个的。然后这边是10块钱4个的，比那个10块钱一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园区概不讲价，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1块钱一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1块钱一个的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10块钱一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像这种的静音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1块钱一个。不贵，很实惠，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玩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
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啊，将挪到这儿了，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啊，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五十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
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们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地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3月份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4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S32省道上，
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1公里的长度。我们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腰部中止，写了写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写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征兵，当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多少时间非常艰难，是走过重重乌云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手摇。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以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我们当时挖河嘛，挖这个沙老河，在工地上我腰部中止，写了写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呢？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那你这个写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给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然后秘密印章。往上传了，往上传。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写书了？后边这个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写书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咱们先去拉着叫当兵走，受感悟了吧？感悟。感动了也对你。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就邱长云生前所在部队。我回部队以后，跟到汽车团、汽车和到后勤上汽车连。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兰考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你那是吊观众胃口，还藏住？搁哪儿呢？搁哪儿呢？薛老师？不找着叫吗？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这老伙计把箱子里一个好东西就拔出来了，陈年老旧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咦，啥东西啊？咱看看啊。咦，这好啊，这怀念当兵的时候呢，情况确实是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邱超远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来。
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95年作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50年了你看你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不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啊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新鲜。大红包啊，在屋里要当大官呢、啊。啊，你瞧你啊，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这个嘛，这个厨房别人玩哪个女的厨房。咦，雪老师太亮了。哇，这身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7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坊是传家宝，宝殿都是响，志昂正全。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钢板。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这样啊，将挪到这儿了。对，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这是个桥，因为准备换这门的。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50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儿，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
给我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们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 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地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原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
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三月份到十月份，七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四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 S32 省道上，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一公里的长度。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腰部肿直，写了血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血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当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工作时间非常艰难，是抽过重重乌云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手摇。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以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我们这当时挖河嘛，挖这个沙老河，在工地上我腰部肿直，写了血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呢？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这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那你这个血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给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然后秘密印章。往上传了，往上传。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写书了？后边这个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写书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咱们先去拉着叫当兵走，受耽误了吧？耽误。感动了也对你。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是。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就邱长云生前所在部队。我回部队以后，
混到汽车多汽车混到后期上汽车链啊。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廊考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你看吊观众胃口，还藏住？给哪儿了？给哪儿了？薛老师？都找着了吗？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这老伙计把我箱子里一个好东西就拔出来了，陈年老旧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咦，啥东西啊？咱看看啊。咦，这好啊，这。怀念当兵的时候呢，经过穿越史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秋草原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来。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75年毕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50年了。你看你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呐、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洗洗。大红包啊，在部队要当大官呐、啊！你晓得不？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这个嘛，这个书包别人玩哪个牛的书包？咦，薛老师太亮了！哇，这身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70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坊是传家宝，宝殿都是响，志昂扬，起来！逛这1块钱的弯盘，真没见过，走去看看这是啥情况？感觉挺便宜的，1块钱弯盘，你碰到过这样卖？碗盘的嘛，咱看看都有啥东西啊？这边写，大家看看，它是分区的。咱们看到前边这一排，都是1块钱一个的，是瓷的还是塑料的？咱们看看，拿一个。哎，还这质量还挺好的，1块钱，这够功夫吗？大家看看，还是瓷的，而且样式也挺好看的。第二排是10块钱六个，10块钱三个，10块钱四个。然后后边两排都是，还有10块钱一个的，还有20块钱一个的，前面的是1块钱一个的，这1块钱一个的感觉也挺不错呀，大家看看这质量，盘子的质量都挺好的，都是那种瓷的，而且这怎么这么便宜啊？还有这碗，这都是1块钱，像这个小碗你看，这种是方形的，像这种瓷的陶瓷的1块钱一个，我感觉真的还不够功夫钱呢。你就是运费运过来的，这1块钱一个赚几毛钱？大家看看这碗盘的成色怎么样？这都是1块钱一个的，感觉是捡漏的啊，像捡漏一样。大家再看看这种的，这种是鱼盘，10块钱一个的，然后。这边是10块钱四个的，比那个10块钱一个的质量要好一些。这摸着就比较厚，里边有个蜘蛛，这摸着比较厚实。看看写着多园区概不讲价，这些都是比前边那一排1块钱一个的要贵一些，但是质量比那个要好一点。1块钱一个的也不错呀，感觉。准备买几个回去哈。像这种大的，这是10块钱一个的，还有这种方的盘子。像这种的静音模式，在其他地方朋友们见过吗？反正我还是头一次见。像这种，而且大家看这个面积啊，这个摆摊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销售的方式啊？
一块钱一个，不贵，很实惠。我觉得是可以买一点，但是朋友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关注刘娃，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大家好，这两天听说开封到新乡封丘的黄河浮桥要拆旧建新，而且不单单是新建一座浮桥，还要搬家换位置。这消息属实吗？我咋不相信呢？耳听为虚，咱们还是实地的去看看。边上啊，正在焊制一些新的桥箱。大家看看，这边是一个施工场地哈，是在我们看着这个造型啊，就是和我们刚才走过的浮桥的桥箱是相同的。这桥箱的内部啊，就像一艘艘的船一样，是空心的，因为它要漂浮在黄河上嘛。材料呢是采用很厚实的钢铁铸造，就是很厚实的钢制的。我们看工人们在这个切割钢板啊。那么新铸造的浮桥桥箱是否要替换老的呢？咱听听施工人员是怎么说的。是这个浮桥是没挪这门的，给从哪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哪个位置为啥不搁了？啊，讲挪到这儿的，准备放一个新的浮桥是吧？啊，准备换这门的。刚才师傅说了，就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浮桥这个位置，将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船正在进行一些前期的施工作业，将来呢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岸正在焊制的一些新的桥箱，未来这个浮桥要往东移了，要往东大概移五十米的距离，移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从再走圣心浮桥的话呢，就可能稍微往东偏一点。目前经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具体的变化，咱们还是要以观其后。好好的浮桥为啥以后要挪位置呢？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发表您的观点。关注刘娃，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这车咋会陷到泥里了呢？大家好，这里是黄河大堤开封段，往前呢是通往郑州方向的。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目前黄河大堤的路口处，包括旁边的辅道已经被铁皮和铁围栏给封起来了。这有辆中型卡车想从旁边泥泞的小道绕到开封这边，投机取巧，这空子钻的。这不，话音刚落，这车就上不来了。刚才那辆车现在陷到这个旁边的泥潭里了，打滑一直出不来。怎么说你呢？这本来就不是路，你非要从这边绕过来。加油加油，眼看着就快出来了。哎呦我去，越往后倒，这车陷得越深。这是自食其果呀。司机下来想办法了。我看怎么办。这位司机拿起旁边盖土堆的棉布，准备垫在车轮子的下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像这位司机的行为，包括他目前所遇到的困境，我没有去同情他。因为现在疫情期间，路口处封着是防控安全的需要，你不遵守规定，耍小聪明，钻空子从旁边的小道绕过来，造成如今的这种境况，我觉得这个账应该你自己来买。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呢？能够开上来不能？把盖土的棉布垫在车轮子下面，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这个人呢，明知这不好过，还非要往里边开，造成这种结局，责任在谁呢？还是要自食其果呀，我觉得还是自己造成的。好好的路，人家为什么要封呢？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想钻空子，结果自己陷进泥潭里出不来了吧。截止视频结束，这位司机不再尝试开出来，正在电话联系找人救援。朋友们怎么看这件事儿？欢迎评论区谈谈您的看法。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位于开封市九大街到十大街的位置。现在我们把镜头转一下，看看，因为这旁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很多是咱们开封老百姓关注的一个建筑，民生工程。我们看看有知道这个的吗？看看，这是新建的，目前马上就要建成了，外部的装饰装潢已经接近尾声了，规模挺宏伟的。应粉丝要求，今天来这里拍一期视频。这个就是开封新建的体育场馆。这座重大的民生工程建成后有一个亮点，全国领先，是什么呢？在视频后段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一会儿过去绕过去看看能不能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我们现在从旁边的这条路绕过去，从这个路出口呢就是九大街。我现在来到了十二大街，我们看到前方呢是复兴大道五大街到十二大街一条新建的道路工程。在新建道路的东侧，就是总投资16.47亿元、占地面积约455亩的由一场三馆组成的开封市体育中心。我们现在把整个两座场馆的全貌看的是尽收眼底。这个大菊花造型的主场馆在西侧，整个外立面的装潢装饰已经完成了大概有2/3的量了，现在就东边那一块还没有镶嵌这个像每一颗菊花的花瓣。然后我们看那个综合场馆，综合场馆也是外面的装潢部分已经看着基本要完工了，还有个别一些细节方面正在处理，整个外形非常的漂亮。此处由一场三馆组成，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综合馆，总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主场馆、体育场设计有3万个座位。建成后将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场馆运营体系，可实现场馆服务于 5G 人工智能、机器人、AR/VR 投影、物联网等智慧化技术的全面融合。目前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您对此有何看法和观点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大家好，我们在这个圣心浮桥售票处的下方的电子牌上看到啊，因疫情原因浮桥禁止通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因为我的心情很复杂。为啥呢？大家往这儿看，这里是从开封通往新乡方向的黄河浮桥的入口处，前方又拉起了警戒线，任何车辆不能通行了。咱来个全景看看。刚刚开通不久的浮桥，现在又是刚才说啊，疫情原因，现在又截断了。我们看到拆除的桥箱啊，都在这个黄河的水面上漂浮着。然后向东方向，我们看到有几艘比较崭新的一些桥箱。最近呢，我听说啊，在那个我们浮桥原址的位置，我们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向东移大概100米的距离，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位置哈，把镜头拉近一下。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站的那个位置要建一座新的浮桥，看到前方的一些船，施工船正在作业。看目前的情况和进度，在不久的将来，新位置、新浮桥就将建成投入使用。有朋友就问了，既然这里通了这么多年的浮桥，为啥不在此建一座正式的桥梁呢？咱们先来看看开封新区十三大街向北正在建的黄河公路大桥。这座新桥看着已经合拢了，有人说这是一座施工桥，未来的大桥将十分壮观，让我们拭目以待它的建成。除此之外，开封在用的还有两座公路大桥。据我分析，这个地方因规划、位置原因、车流量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没有建实体桥。不过这座浮桥今年也是拆了几次了，从3月份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开通，近期刚开通半个月，这又不能通行了。六二也会及时关注这里，给大家及时通报这里的通车情况。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身边的新鲜事儿。
大家好，目前开封本地呢已经做完第四轮核酸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探访一下，在当前的情况下，目前开封周边的农村集市是否正常开集了呢？咱们今天就过去探索一下，前方就进入水稻乡上黄河大堤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呢是每月的逢五逢十，农历的逢五逢十开集，现在马上就要到。现在看看今天正好是逢十，看看今天有没有集市。我们现在快到路口处了，就看到在这条大路的右边，也就是在S312省道上，搭满了各式的遮阳棚，证明是集市是正常开集的。看到卖水果的、蔬菜的、各类用品的一应俱全呢。据了解，这里的流动商贩呢有很多是从市里过来的，他们把握住开封农村周边的开集时间，哪个地方有集他们就去哪儿。依然很热闹，看到在前方这个集市挺大的，向东方向我们看是通往老君堂柳园口的，大概就集市大概向东有绵延有将近一公里的长度。我们看到这个集市上的人并不多，逛集市的人不多，但是感觉卖家比买家还要多呢。在集市上询问各类商品蔬菜的价格，和市区内相对比呢，相差不太大，有的便宜，有的是价格相当。来赶集呢，除了购买一些必需品，也同样能够感受到农村集会的这种热闹的氛围。但是目前受到一些口罩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农村集市的人流量并不算太大。朋友们，您附近农村集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交流讨论。我腰部肿直，写了写书。啥情况啊？意志这么坚强，竟用写书来表达。这位学老师今年71岁，在他的履历当中有一件事逼得他用写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意志的坚定，到底是啥事呢？1970年12月份征兵，上7年的兵，当时我当兵多少时间非常艰难，是走过重重乌云才到部队，在解放军这儿打个腰。为什么呢？当时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派性非常厉害，我姐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是全国人民代表，所以在这一场挖河的当中嘛，当时挖河嘛，挖这个三老河，在工地上我腰部肿直，写了写书，我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当兵去了。咦，那薛老师呢？那你当时意志很坚强啊！这坚强。后来呢？后来当兵已经是基本上定完了。啊、全县只有一个让我走了。你哪个县的呀？兰考县。兰考县。那你这个写书当时是交给谁了？你写好之后？交我们秘密印章了。秘密印章了。嗯。啊、然后秘密印章。往上传了，往上传。那后来是你咋接受通知了？是别人上面看到你这个写书了？后边这个武装部看到这个，武装部首长看到这写书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小伙子咱们先去拉着叫当兵走，受感悟了吧？感悟。感动了也对你。感动了，当时非常激动。激动。我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了就。然后你当时当了是去哪个地方？当时就到信阳，我们是8199部队。就邱三云生前所在部队。我回部队以后，跟到汽车和他后勤上汽车连。出来！在开封，71岁的薛老师前段回狼考的老宅子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压箱底儿的宝贝。据说这东西藏了50多年了。啥东西？你那吊观众胃口，还藏住？给哪儿了？给哪儿了？薛老师？不找着叫吗？给哪儿啊？走拿过去看看啥的宝贝啊。据薛老师讲，这件宝贝对他来说弥足珍贵。这老头子把箱子里一个好东西就拔出来了，
陈年老酒货，从以前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耶，啥东西啊？咱看看啊。耶，这好啊，这。怀念当兵的时候呢，经过穿越史吧，提起当兵的往事。当时在部队，我们是秋草原部队，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有病了发高烧，当时想着是向英雄学习，想到这个烈士陵园去看看，结果呢后来一直没实现这个愿望，再回来以后也没有机会了，这以后现在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到烈士陵园去看一看，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70年当兵发来，这你回老家，这还怪新的呀？这你放多少年了，徐老师？40年了，那75年毕业到现在，你看多少年了吧？那真新呐！你看看这，你平时啊，嗯，50年了，你看你一尘不染的，你是不是经常给他拿出来，给他熨熨呐，烫烫啊？没有，给他有晾晾洗洗。大红包啊，这不能当大官呐、啊！嗯啊，你瞧你啊，大红包，越大红包越当官的这种。那这个嘛，这个书包，别人玩哪个女的书包？咦，薛老师太亮了！哇，这身军装，朋友看看，挺帅的哈。70年老兵向大家致敬。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三八作风是传家宝，我的都是响，志昂扬，志昂扬。